全部都是原住，全部都是这种讲我们的。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，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想要认识这个人，因为他到处放。每一个，你看，国际乡公所他也骂。放拍啊！国际乡公所他也骂了。要用到我的放什么机了？这是图书馆。做什么？你用到我手机的，就不要干嘛？干嘛？是我，他每个都，他就这样子。干嘛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请讲这个动作？我没有动到你啊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可以反拍我，我不能反拍你。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停下来讲？因为我这也是图书馆，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你叫他关掉，我就不拍了。你们这样子，我们到外面去。那请他到外面呢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？你这样子，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。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口头禅。BB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他的口头禅是 BB。哎，妈，还有什么什么 ？BB。好，讲完。OK， 我们继续问完。好。
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？他先把他抛到网络上，现在我们现在怪我们。我今天刚好抛到他，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，所以我就拍他。哦，他就是很有名，这个周琦大先生，就拍这样拍，让大家知道而已。对，因为他把我，那被你把他撤销掉了。我为什么要撤销掉？我的他也没撤销掉啊。对啊，他po了好几个嘞，三四个嘞，三千万张吧。照片哦。对啊，po我们的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碰到我机器哦。哎，你自己在po我了，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。脸书啊，他就骂我说，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？对啊，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。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。对啊，他什么？确定一下，挂号吧。哦，好，开始。嘿，然后呢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不是我报警的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，他知道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，对吗？自己知道吗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。嗯。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事。嗯，好。
我不知道他是拍什么。对，那你现在在拍什么？对啊，他敢拍我就敢拍他。处理完了是吧？啊，这样子处理完了哈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，我现在报案嘛。你现在要报什么案？你要报什么？我报什么协助你？你现在骚扰民众啊？骚扰？我们就骚扰你啊！我骚扰民众。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，老酒鬼就喝这种小米酒，小米酒配三苏，健康有营养，还有阴道缩紧，紧实什么都紧啊，是什么都紧 ，OK， 好了来了，大哥好了，坐那边我就不要。好冷。
榜二，李弟。李弟是什么？比比。哦，那个，哦哈。对不起，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，我现在就骚扰你、啊。我跟你一样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、啊，你也只是拍，我也是拍啊，你现在也是拍我们。你们家不就在互拍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被跟警察备案，说你骚扰？对啊，你们两个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蛮好笑的。东西收起来好不好？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他收起来，我就收起来。对啊，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要不要我叫人来？叫我们来干什么？太无聊了吧？对啊，你先收起来啦，请他们离开。我在图书馆，我在用电脑，是他们来的。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不能来吗？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。就像你说我们手机箱的人为什么要请你离开？不要吵，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，然后你先生你先把手机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他不收起来，我要怎么收起来呀？对啊，毕竟是你先拍的，那你就先收起来，他也收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这样子拍，那我们到底该不该干什么？他不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也很无聊啊。你先拍人家的，你就先收起来吧。都没有办法处理的。你要处理什么？你现在不要制造问题，现在有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处理。你要很小心，不要故意的碰到我的东西。不会，警察局的坏话，我这个都他会讲，他会在旁边讲。等一下，他那还有写左西乡，我们。左西乡的所长的，对，所长怎样？不接他的案子，怎样子？怎样？对啊，也是五路啊。不要这样子一直拍到我的手机哎。好了，你把录音机收起来了啦。他要录影。要离开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。哎，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
窃占公家的所有店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线了。你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对呀，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就
我看他要怎么。对啊，给观众看一下嘛，你对不对？你不要挡啊，给观众看一下，这就是他是不对。给观众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拿下来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？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你们现在要关到什么时候？我问他，他不关掉，我怎么关掉呢？真好笑的。那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回去吧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一起站啊。你就站在那里了。不要碰到我手机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我会用手机。趁他很闲嘛，我们就陪他。他不放假。